成都最值得去的十大景点，你打卡过几个？一、宽窄巷子，慢品人间烟火色，闲逛万事岁月长，体验成都独有的慢生活。二、锦里，白天欣赏古城文化，夜晚体验声色光影。三、武侯祠，丞相祠堂何处寻？景观城外百森森，全国唯一君臣合祀的寺庙。四、杜甫草堂，闹市里的一方净土，建筑古朴典雅，园林清幽秀丽。五、春熙路，春熙路的人潮汹涌，太古里的人间风月，来成都必打卡的地方。六、鹤鸣茶社，人民公园里的烟火茶馆，一杯盖碗茶，品融成人间烟火。七、天府广场，艺术与文化的聚集地，从远处望去，犹如一幅由天而至的壁画。八、大熊猫基地，全球第一家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互动体验专题博物馆。八、文殊院，闹市里的清静之地，来成都必去的一个地方。十九眼桥，九眼桥的九街，安顺廊桥的夜，是情侣拍照的绝佳圣地。